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고 서 스마일 장미꽃처럼 활짝 웃어요. 세상 뜨겁다 걱정하면 무엇해 즐겁게 노래하자.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고서 我们认为脑细胞啊是不会再生的，也就换一句话说，脑细胞是不会再生的，啊，是过去我们是这样学的，也是这样想的。当时我们是怎么想的呢？啊，认为脑细胞啊是最高级的细胞，分化最高阶层的细胞，也就是细胞的顶级细胞。啊，不再进行细胞分裂了。那么，脑细胞不再进行细胞分裂，意味着，新的细胞就不会再生了。为什么？新的细胞意味着细胞不断的分裂，形成新的细胞。那这句话迄今为止的理儿是对的。脑细胞呢，好像不再进行细胞分裂了。那么，脑细胞呢，如果出现损伤，那不就是没有救了吗？比如说脑梗塞要想康复的话，就是脑梗塞就是脑血管堵塞，然后脑细胞导致脑细胞死亡的一种疾病啊，所以产生麻痹。那么脑梗塞要想恢复健康的话，要有新的脑细胞再生。就说来替用新的细胞来替代那些坏死的脑细胞，是吧？不然的话，脑梗塞是无法被治愈的。所以从过去到现在人们认为脑梗塞一旦发病，这就是什么？就是没得救了。这都是我们通常的想法。昨天晚上我给大家讲了，在我们的身体和信赖的关系是十分了不得，是吧？是了不得的。那么如果你们心怀恶念就做坏的反应，做善的念想就做好的反应。但是如果你相信那些不可能再生的使之能再生，这也是勉强，是吧？脑细胞要想能够重新再生的话，细胞不再分裂了，那么怎样才能再生呢？
不再进行分裂的脑细胞怎样才能再生呢？现存的脑细胞它不再进行分裂了，是吧？那么怎样才能使脑梗塞的脑细胞、坏死的脑细胞重新康复呢？重新再生呢？就得是从无到有，是吧？重新造出，从头重新再来，是吧？那么我们的人类啊，所有的生命体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啊，我们是从无到有，无中生有，是吧？啊，母亲的卵子里边，啊，父亲的精子结合以后，嗯哼，然后成为一个细胞，这一个细胞开始分裂，不断的分裂，啊，形成什么细胞呢？五天以后形成啊，我们称之为干细胞，是吧？干细胞。那么你们知道黄禹锡教授是吧？他要搞的就是这个干细胞。首先看一看，啊，看一张图片。你们看这张图片，啊，这是卵子，啊，卵子的细胞核，细胞核里边有什么？有什么？染色体。谁的基因呢？母亲的基因是吧？啊，母亲的基因，这个是一条小线，是精子的头部。精子头部里面有什么呢？是父亲的基因是吧？父亲的基因呢？把他的信息输入到卵子里，他就是任务完成，剩下的都是母亲要做的事情。这里边呢，父亲的基因和母亲的基因就要结合，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生命细胞，然后开始细胞开始这样分化，2/4、4/8、8/16，慢慢的这样分裂，形成一个，这里边是水分，然后形成一个这样的膜，膜里边有这样黄色的，五天以后形成的这种黄色的细胞，5至7天形成的，这叫 stem cells， 干细胞。那么，干细胞，啊，先出现一个，1/2、1/2、2/4、4/8，慢慢成长。而这个膜呢也慢慢的扩大，这是个里面的水是什么水啊？就是羊水。这红色的是什么呢？胎盘，就胎盘供给营养的胎盘。这是母亲的和母亲的子宫相连，是吧？这母亲的血管呢，从这个通过胎盘为胎儿提供营养。这些干细胞呢，开始是一个。是一个2/4、16/8/16这样分裂出去，嗯哼，分裂出去以后呢，如果只分裂成干细胞的话，十个月以后出生的是什么呢？只是一个干细胞的块儿，是吧？啊，你们知道孩子是怎样出生的吗？这些干细胞啊，
啊，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分裂到一定程度以后呢，这干细胞开始都变成其他的器官细胞了。啊，这程序很让人新奇。啊，所以这些细胞呢，干细胞都是同样的细胞。啊，你们的皮肤细胞、脑细胞、肝细胞，不管是什么样的细胞，都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干细胞来的，是吧？所以这个干细胞里边呢，所有的遗传基因信息呢都储藏在这里，所以这个干细胞啊，可以成长为任何一种的细胞，我们称之为什么？干细胞又称之为也称为原细胞，也称为万能细胞，是吧？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发展为任何一种细胞。所有的细胞啊，干细胞啊，可以发展成所有的细胞。所以呢，所有的细胞啊，能够变成所有的细胞，所以有的干细胞，比如说这个干细胞成为脑细胞，这个干细胞成为肝细胞啊，它还要分裂啊，所以形成肝脏，形成大脑，形成肾脏，这样就慢慢孩子的整个脏器，身体内的所有的脏器就形成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那么如果稍有闪失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哦，孩子的肝脏如果太大了也不行，是吧？啊，四肢短小啊，那就是畸形，是吧？那么有一个智能就是在调控着它，一种中庸，如果没有中庸的存在，那么一个生命是无法形成的，是吧？干细胞的变化的所有的尺寸啊、程序啊、大小啊、顺序啊，都是一种中庸的力量在控制着它。所以脑细胞成长到多大啊，那么适可而止。干细胞分裂成多少程度就要适可而止。还有血管，所有用血管啊、神经啊，还有把这些所有脏器都连成一体，脑里面的所有的啊，顺着这个脊椎分支出来的所有的神经，又都要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网络工程。啊，人呢不是谁都能造出来的，是吧？这一切都是什么？我们人类的智能和技术呢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超人类的智能才能实现的一种生命现象，大家要了解这一点。不是人就是这么一下两下就能搞出来的，是吧？非常缜密啊，非常精致啊，一个生命就是这样开始。所以这个干细胞人们就要生产这个干细胞而努力啊。那么因为制造出干细胞的话，所以可以制造出任何细胞啊。比如说帕金森氏病，那么帕金森氏病呢，为什么患帕金森氏病呢？因为大脑当中的就是盐酸多巴胺分泌不出来，生产它的脑细胞不再起作用。所以为了治疗帕金森氏疾病呢，就把这个制造一个干细胞，然后把干细胞植入脑里，这个干细胞呢就会发展成为是可以生产盐酸多巴胺的脑细胞，所以可以生产盐酸多巴胺，所以帕金森氏疾病也就可以得到医治。所以医学界、科学界要想尽一切办法，所有的国家想要生产就是一个干细胞，因为干细胞就是控制生命的钥匙啊。那么人类的干细胞呢人们还没有生产出来，
那么啊，汉森大学的黄教授就是啊，他没有做出来，却谎称做出来的书，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英国、美国都想制造这个干细胞啊。那么黄教授怎么说？他说我制造干细胞，我可以养活大韩民国，啊，这个收入是非常可观的。但是呢，人类的干细胞呢，人类还不能制造出来，动物的干细胞却能生产出来，甚至可以复制动物，是吧？只要能生产出干细胞，复制生命就不再是理想。人的生命也是从干细胞开始的，所有的动物都是从干细胞出发的，所以制造出干细胞就等于掌握了复制生命的钥匙。那么这个干细胞植入子宫里边，形成繁殖的分裂的环境，那么就可以复制出羊，就多了羊。那么人类的干细胞呢，就是怎么也搞不好啊，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成功。那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的试图都失败了。如果人类能够制造出人类的干细胞的话，会出现怎样的问题呢？我首先问大家，那么干细胞怎么做出来？怎么生产干细胞？啊，干细胞怎么生产出来？啊，你们得问我这个问题是吧？干细胞怎么做？等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这个问题。你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一点就是，干细胞也是从无到有，是吧？无中生有，是通过食物，以材料，以食物为材料，在身体里边生产的。那么每次生产一个干细胞，我们认为这一个干细胞就等于是一个生命啊。那么比如说脑梗塞的患者呢，如果要想恢复的话，只要有什么就可以。帕金森氏疾病的人只要植入一个什么就可以，植入一个干细胞就可以，是吧？脑梗塞的人在他的脑子里植入一个干细胞，那么坏死的脑细胞就可以恢复，是吧？所以呢，那么全世界为了生产干细胞啊，已经摩拳擦掌，老年痴呆症。这些老年痴呆症的患者呢，为什么会患老年痴呆症呢？因为他们的脑细胞啊，天天一天平均坏死10万个左右。就是脑细胞坏死的速度有快的人有慢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死10万个脑细胞，有的人死20万个，有的人死2万个。平均呢，平均下来大概有10万个左右。那么痴呆症什么样的人容易患呢？就是说脑细胞死亡快的人更容易得老年痴呆症。那么有的人为什么脑细胞死得快，坏死的快，而有的人脑细胞坏死的慢呢？到底什么导致这种差异呢？我们要搞清这个问题，是吧？为什么未老先衰，而有些人怎么青春永驻呢？为什么？所以说人们分析了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人的大脑。那么这种痴呆症的大脑里面有一种异常的物质，什么物质呢？就是催化大脑快速衰老死亡的物质，我们称之为早期老化物质。是大脑尽快老化的物质。这种早期老化物质我们称之为 早期老化物质。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有的人大脑里面一辈子不生产的早期催化物，然后让自己的脑子快点老化呢？催促自己的脑子
催化自己的脑子，就逼自己的脑子快一点老化，快点死掉呢？什么导致的？健康的人呢，脑子里不会产生这种，不会产生这种早期老化物质。大家看这个物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呢，针对修女进行了有关老年痴呆症的研究，这边图片左上角的修女们呢，年过七旬，已经退休了，但是他们还很健康硬朗，一点都没有痴呆的症状。他们死亡以后，把他们的大脑捐赠出来，通过切片研究发现没有这种早期老化物质。那么，五十出头的一些，同样过修女生活的修女呢，早期呢，已经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修女的大脑，经过切片研究发现呢，脑里边呢，生产出了早期老化物质。为什么？那么要想制造出早期老化物质呢，生产出早期老化物质的这个遗传基因呢要被激活。这个基因为什么会被激活呢？根据大家学到目前为止的知识呢，下一个结论，为什么有的修女呢脑子里会产生这种早期老化物质，那么在五十多岁就出现老年痴呆症状呢？为什么？你们按你们所学的讲一讲，到底是什么理儿？他说你心怀什么样的意念？是说心怀好的意念的、积极的意念的，修女呢没事儿，而那些心怀不好的意念的人呢，脑子可能会出现这种。那么遗传基因对我们心怀意念做反应。那么具体来讲，他们心怀什么样的意念呢？是什么样的信息导致他们的遗传基因会分布早期老化物质呢？刚才这位弟兄回答的对，但是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呢？想死寻短见的人，这样的人很多。万事都没意义都不想过问心灰意冷虽然不想死还不想寻短见，但是人生没意思，那灰心灰意冷什么事都烦。你别再唠叨了，不爱听也没什么事可想，一天到晚吃饭睡觉脑子里空空的科学家们是怎么发现的呢？在检查了他们的日记本以后得出了结论。那么七十岁活得很健康的这些老兄弟们的日记都是写得满满的，非常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充满了意义。于是呢，科学家们就发现了这个两者之间的差异那些人生讨厌这样的念头呢，脑细胞就怎么做什么反应？就说我们就快点死掉吧，我们的主人都不想活我们还有什么？你们的念头，一个念头，因为你们的基因呢对你们的念头做反应，一个信息左右你们的念头，所以要时刻要有善念积极的拥有善念，要积极的拥有善念要把持善念所以就像新起点生命运动提倡大家要善护念一样不要被动的勉强的
啊，那么你们遗传基因啊受不到这种信息的传递啊，比如说不管是糖尿病啊、动脉硬化呀、肥胖症啊、癌症啊，所有的这些啊疾病啊，过去呢我们都称之为成人病是吧？为什么称之为成人病啊？都是出这些病的患者都是由于遗传基因的病变引起的，但是人们过去不了解这个原因，所以人们认为什么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才患有的疾病，所以称之为什么成人病啊。就像我们啊高龄产妇容易出产畸形婴儿一样，那么我们称之为成人病的那个时代呢，我们不了解，所以这些病的所有的致病原因是因为遗传基因所引起的。但是最近呢，我们不光是50、60岁的人出现这种疾病，甚至10岁、20岁的年轻人、青少年也会患这种成人所谓的成人病，是20岁就患糖尿病，20岁也患癌症。我在读医科大的时候，这种现象根本都没有。那么得癌症的人都是65岁以上，真是有隔世之感啊！年轻人得癌症，那是根本都不可思议的东西事情。但是现在得这些疾病和年龄没有关系了，所以日本啊、韩国啊、美国啊，医学界已经不再使用成人病这个概念了，所以医学界已经正式的取替了这个病名，改名为生活习惯疾病。生活习惯疾病啊，都导致遗传基因的变质，遗传基因的变质呢会导致各样的疾病，那么也就意味着遗传基因跟着我们的生活习惯所转移，随着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遗传基因做反应。我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我每天的生活是怎样度过的，由什么来决定？当然是我的心怀意念是吧，我的意志决定的。比如说有一个人这样想啊，哎呀，人是到底是什么呀？不就是一堆肉吗？行尸走肉，70年得过且过啊，也归死了也就一把土。这样的怀着这样的意念生活的人呢，他的生活会是变成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吃什么没关系啊，只要开心就行，就是快乐啊。他的人生的是。这种人生哲学的人呢，他的生活习惯是健康的呢还是不好的呢？肯定是不健康的是吧。昨天大家听了讲课以后就说啊，人从事实角度来看是一堆肉，但是从真实的角度看是个意念，是信息的整合，不是我们的意念，是谁的意念？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意念啊，这是真的了不起的发现是吧。所以呢，我们心怀怎样的意念啊，就是心怀创造我们的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旨意，让我们的旨意和他的旨意呢一致的时候，我们的遗传基因才会按照我们的意志，同时按照创造遗传基因的创造主的意志两者天人合一的境界才是最理想的境界。那么要把我们的意志呢交托给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意志，这个方向设定是十分重要的不然的话我只是一堆肉的话，那么我不需要什么创造主啊，创造主有没有对我无所谓，我只是行尸走肉，我存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意义除了快乐以外一切都是空虚那么想不到快乐，那就是一生白活，枉活一生。从这个角度理解人生的话，那么这个人生就是一塌糊涂，喝酒啊，那开心就可以放纵，什么对身体有害无害，反正是一把土。那么你们的生活习惯呢，就会一塌糊涂。你们的生活习惯呢，和你们的人生哲学和你们的心怀意念是息息相关的。你们怎样看待你们的人生？对你们的人生下如何的定义，决定你们的人生习惯、生活习惯。
是光靠你们的意念啊。当你们的意念变得积极的时候，不管别人说啊，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也是一堆肉啊。如果大家这样确信无疑的话，你们的生活习惯就注定了。你们听完课以后呢，啊，原来我们的身体要彰显上帝的旨意是吧，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尊贵的，那么我们的身体呢要保存上帝的信息。李舜臣将军的侄女啊，要保存李舜臣将军的意念是吧，这叫光宗耀祖。如果你们的祖先的意志是伟大的，你们要保存它，这是个伟大的遗传是吧，遗产。那么孔子的弟子呢，要心怀孔子的意念是吧，就是要把孔子的意念发扬光大，意志发扬光大。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创造我们的创造主的意志，要把这个意志呢作为遗产呢留给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主体是吧，绝非是行尸走肉，不是归一把土就一了百了的存在。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李香九这样的存在有没有，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种意识是绵绵不断的，要不断的传承下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们心怀好的意念，这样心怀好的意念越来越多，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幸福明朗，我自己也会变得怎么样，健康幸福是吧。好了，所以大家就要明白，遗传基因对我们的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意味着我们的意念可以按照已经积极的可以固定为生活习惯来体现出来原来不是一堆肉，而是什么，而是子意。那么光靠这种念想，我们的生活还不会起到变化，这种消极的反应还不足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如果你们的念想还不够积极到改变你们的生活习惯的话，你们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所以你们要变得积极向上这很重要。所以你们做伸展运动的时候也要积极，唱歌的时候也要什么积极这样我们的生活习惯靠着这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这种意志才会发生什么变化积极的意念才会怎么样改变我们的基因，懂吗？所以这个干细胞是个问题。那么我们过去我们不了解，后来我们了解到了，我们的皮肤细胞这边会出现什么，这是一块颧骨的距离，从这个皮肤表面到颧骨大概有多厚，也就一毫米左右是吧。那么皮肤细胞呢，每天都会坏死，但是每天这个厚度为什么会保持一毫米左右呢？因为从下面开始不断的新的细胞在增生，细胞分裂不是，因为什么？皮肤干细胞呢，这个干细胞它每天在这个真皮层不断的产生，那么表皮呢不断的坏死是吧，我尤其韩国人喜欢搓是吧搓的那么厉害搓的那么厉害，但是脸皮不变薄那么如果干细胞不再生产新的细胞的话，那么可能表皮已经被
被戳破了是吧，戳得那么厉害，但是这厚度脸皮不变薄，说明干细胞在不断的啊产生新的细胞啊，如果啊，如果干细胞不再生产新的细胞的话，像你们现在这个戳法，十天的话就戳出骷髅来了。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在不断的生产新的皮肤细胞，从下面往上不断的啊推出新的，推陈出新，是吧？用你们所吃进去的食物作为养料，不断的生产新的细胞。那么生产细胞的速度有多快呢？效率有多高呢？这就和你们的健康啊，取决于你们的健康，决定你们的健康。啊，有些人呢，让细胞坏死的速度很快，但有些人呢，让细胞坏死的速度很慢。有些人生产干细胞的速度非常快，有的人却根本无法生产干细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所以大家科学家们就搞了一个啊科学实验，为什么人和人有这样截然不同的现象？因为动物人呢差异性很大，是吧？人和人的差异性很大，有的人啊婆婆很善良，有的人婆婆很刁蛮，有的人丈夫很体贴，有的人丈夫成天啊惹气，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啊。但是动物不一样，动物也没有婆婆啊。啊，也没有那种不争气的丈夫，所以动物的世界要比人类单纯多了。因为人类很难比较，所以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在实验鼠上做了一组实验，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这是美国《时代周刊》登载的一篇科技新闻。大脑会生产出每天生产出新的细胞，就是我们的大脑啊，每天都在生产新的细胞啊。科学家们发现了这个现实，所以说这个美国《时代周刊》呢啊就大笔渲染。为什么韩国没有报道呢？满满的一页都是在讲这个事情啊，这里讲。最初有哪儿发现的呢？是哪个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曾经讲过课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齐美的大学是吧？普林斯顿大学做的实验。Eric Kandel 这个科学教授，肯德尔教授呢？是世界权威性的神经科学家，曾获得过诺贝尔奖。啊，他们呢开始首肯了。但是来到韩国呢，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那么一说脑细胞会再生的话，连医生们都不相信。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搞的。那么医院现在还说什么脑细胞是不会再生的，得中风呢是没得救了，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那么这种事实呢，已经科学家们证明出来了。大家看啊，这是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一个论文，就说在成人的大脑中形成新的神经细胞。OK， 这序文里头就是dogma 就是什么，和我们的观念主张相反，和迄今我们所认为的相反。那么那些固执己见的人，我们称之为 dogmatic 的人，是吧？固执己见的人，那么和我们所认识的观念所相反，是人类的大脑呢？人类大脑呢 ？Human brain 会生产出新的神经细胞，
就是在成人身上，不光是儿童孩子们，即便是在成人，在老年人的大脑里也会生产出新的神经细胞给脑细胞。过去人们认为这样才我们才会有希望是吧，啊，所以呢我们在读医科大学的时候，我们认为最不能再生的著名细胞就是脑细胞。脑细胞是肯定是不会再生的。第二是什么？还有什么细胞？嗯，啊，心肌细胞是心脏的肌肉啊，细胞不会再生。比如说心肌梗塞的话，心脏的肌肉不会再生。还有什么细胞？还有肾脏细胞不会再生。肾脏出现故障的话，那就没得救了。典型的还有什么？还有软骨细胞。软骨消耗尽的话，那么是不会再生的。四种代表性的不会再生的细胞，那么医学界呢认为它是不会再生的，这是我们过去在教科书上学到的。这种教科书的传统呢，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医生，还有四五十岁的医生心目当中呢，已经成了成见定见。所以说心肌梗塞啊，慢性肾炎呢，这些医生们认为是没得救的。但是通过新起点生命运动呢，我们会发现这些细胞都能再生是吧，都能再生。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怎么样能再生呢？我们看啊，我们的大脑里边呢，证明了脑里边也在生产着干细胞或者神经干细胞，我们称之为 stem cell、okay。 那么这个干细胞在脑子里产生以后呢，第一阶段成熟以后长成这个样子，第二阶段成熟以后呢形成这样的脑细胞，而是还未成熟的脑细胞，第三阶段以后呢形成完全成熟的新的脑细胞，和现存的脑细胞一模一样的脑细胞。所以脑梗塞呢也可以完全康复的啊。所以大家看，韩国的 Newton 也一本科学杂志的嘛，说我们的常识被推翻了啊， neuron 就是脑神经也在增值是吧。我再给大家进行放大，大家看，大脑带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脑神经细胞，一天大概有10万个左右的脑细胞呢，会死亡。那么，因为脑细胞呢不再进行分裂，所以一年呢，人呢一辈子脑细胞只在减少。但是从1980年之后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行研究以后发现，并不是这样，慢慢的，在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你们看，脑神经细胞自身不进行分裂，但是就说在形成脑神经细胞以前，有形成脑细胞的干细胞，这种干细胞在不断的生产出脑神经细胞，这个事实被证明出来了。这是一个不但是脑子，我们的肾脏，比如说你的肾脏已经遭到破坏，那么你们的肾脏里面也会出现这种什么现象。你的软骨如果坏了的话，软骨也会出现什么？软骨干细胞也发现出来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有干细胞。所以说黄教授事件的时候啊，3年前黄教授所讲的
讲的一堂课当中啊，大家可以听听他的讲课。他说什么？他说什么？黄西教授说，脑和胰腺呢不产生干细胞。嗯，现在你们可以去看这个资料是吧？从1988年开始，普林斯顿开始研究。那么哈佛大学啊也承认了最近的事情啊，也承认这个事实是最近的事情。经过20多年的研究，那么我们的胰腺也在生产，通过干细胞生产新的胰腺细胞。所以我们这个身体胸啊，胰腺已经切除了，但是这个胰腺呢会怎么样？就慢慢的会生长增生是吧？不再缺这个缺那个的人，而是成为一个全人了是吧？胃肠因为胃癌切除以后呢，胃肠没有了是吧？食道和肠呢直接就连在一起。啊，直接肠连起来，但是很奇怪，通过新起点呢，啊，一般手术后，因为没有胃肠，没有胃，因为我也是个医生，这样的患者对他们讲什么？告诉大家，你一天要吃六次，一次吃一次，一次吃一次，一次少吃点，一天吃六遍。这话好像是有道理，是吧？但是呢？食物一天吃六次的话，你们的身体啊就歇没空休息是吧？就像磨坊里的这个机器啊得不停的运转一样啊，那么放一袋米整个磨坊都得运转一样啊，一袋米也得全体机器都得运作，十袋米也是所有的磨坊都得运作一样，我们的身体都是我们的新起点运动饮食的第一原则就是不吃零食，吃一点的话整个磨坊都得运作起来，我们的身体都得运作起来，所以我们身体整个身体的休息就被破坏了是吧？你们要想修复你们身体内被破坏的遗传基因，你们要休息是什么最好的修复，所以你们吃零食啊是对健康是非常不好的。我一天三顿饭以外其他东西什么都不吃，饿得实在受不了的话晚上吃了这个以后课讲不好，吃咸了的话课都讲不好就累不新鲜了，细胞就打蔫了哈。那么课讲的就不激烈，所以呢身体状态好的时候灵性就高是吧，所以就吃的不够。讲课以后回到房间里呢没办法吃点水果，除此以外呢从来不吃零食。好了，大家千万要杜绝零食，房间里书包里藏的一些零食这些都是致命武器，致命杀手。说也归根结底啊，软骨组织也会再生，所以这个老化性关节炎退行性关节炎是吧也可以完全什么再生出来。所以过去我们认为这些老化性关节炎我们认为只发生在老年人身上，但是最近发现呢这些老化性关节炎呢16、17岁的青少年也有这种老化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80岁的老年人呢也没有什么这种老化性关节炎因为什么？因为生活习惯是吧，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惯健康的话，即便到了80高龄，那么关节也没有问题。但是，
啊，成天吃油腻的食物、咸的食物，也不出运动。啊，老年也出不断的做运动的话，我们的软骨啊不断的消耗的同时，通过干细胞呢在不断的啊不断的产生。所以我们的身体啊是不断的生生不息的，不断的生产新的细胞的，创造新的细胞的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体，在生生不息的创造当中维持的生命。
我们要去有积极性。啊，是秦荣月教授的，啊，了不起的，啊，他说的话有很多是在理的话，是吧？金荣业教授是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位教授，八卦所有。我非常喜欢他的课。金荣业教授是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位哲学家、思想家。我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会晤啊啊！但是跟他见面，我也有很多话要讲。所以呢？所以大家做了动物实验，科学家们做了动物实验。啊，用老鼠做了实验。啊，把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呢，啊，分成两组。这组老鼠呢，吃完饭无事可做，啊，一天除了吃喝睡，啊，没事可做。啊，同样的食物也给这个老鼠食用。这组食物呢，成天吃完了饭有事干，比如说藏猫猫啊、钻洞啊，啊，啊，这小家伙跟我们这个小朋友长得很像，是吧？所以每天都在游戏当中，啊，玩得很欢快，啊。有意思，就是有意思，是吧？有生命的意义，有意思啊。那么我们人活在世啊，越活越没意思，是吧？没意思的话就没意义，没意义的话就啊，就生命就打蔫了啊。人生不过如此啊，做一点和尚，做一点和尚，当撞一点钟，这样我们人生就打蔫了啊，气馁了，不知道自己生活。意义何在？活得没意思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釜山啊，他在釜山做医生。他是我高中同学，他釜山医科大学毕业以后呢，成为医生啊，很有名，患者很多，生了个女儿，生两个女儿都去美国了。老婆呢？美国、韩国往返走，主要生活在哪儿？主要是在美国过。这个医生朋友呢，已经都65岁的人了，还自己孑然一身。啊，想看女儿一面也不容易。啊，老婆一去美国就2-3个月不回来，回来一个星期又走。照顾女儿，回来干什么？回来拿钱。所以这个我这个朋友啊，遇到跟他的同事们喝酒的时候痛哭流涕，说我是个赚钱的机器，人活有什么意义？嗯，是吧？从表面上看啊，那么人生没有多大的意义。那么艰难的医学课程啊，那么艰难的修炼一过程都挺下来了，嗯，那么医生赚钱容易吗？成天要面对那些啊病人，是吧？压力很大。但是他是觉得人生没有意义，那么没意义就想寻死啊，那么干细胞就不会再生，是吧？明白吗？所以我们看这个老鼠啊，看 termites 啊，就说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细胞呢，它们的生产脑细胞的啊比例呢，跟这个对照的这群老鼠呢，它们的在这种有意义的环境当中生长的老鼠呢，他们的脑细胞再生的比例啊，是如此截然不同。所以新起点生命运动啊，就是
最佳的生活的环境是吧，状态，有意义的环境。这些老鼠不需要李香九博士，李香九再给他们讲也是牛耳读经，因为他们没有灵性的存在，他们不需要灵性，他们有一些玩具就足以了。孩子们也一样是吧，你跟他讲道没有用，给他们玩具就好了。我们需要新的信息，新的旨意，我们的生命要赋予新的意义。我们迄今想的都是都是非本质的东西我人生枉活，没有发现生命的真谛那么剩下的余生我要怎么样，要过一个真正的人生要活得真正的像个人。这就是什么新起点，这就是新 new start， 这才是新起点。我们这位前面说的于先生第一天呢看看到底你今天讲点什么。第一天晚上讲完以后，我说哇，昨天来到我面前说聪明感应就是渐入佳境你的讲课渐入佳境表情都不一样了，表情也不一样。第一印象有点面无表情，但是现在眼睛发亮了是吧我也是这样认想的这就是活着的滋味是吧，病不在话下，病不在话下疾病不在话下。那么如果病是病的话，那病就不会好的。我的存在本身已经是有问题了，那么根不正是吧，要矫正这个根。所以是人呢一定要摆正，摆正心怀意念。大家在听课当中鼓掌欢呼那么越过这个高兴喜悦的状态，那么真理让我们喜悦，真理让我们自由，真理这种喜悦让我们感谢，我们要来到感谢的境界。Okay? 凡事感谢的境界，喜悦与感谢，这个时候才会什么？有一种美感凡事感谢，那么产生一种美感，这个时候会产生什么？你们的干细胞的生产就会变得非常旺盛，懂吗？所以我们的视网膜也有干细胞，所以干细胞科学已经发展的非常发展的相当高的境界了。我们的骨髓里边，我们的血液里边，我们的白血胞红细胞里边120天的话整个细胞都会更新是吧。那么你们的饮食提供原料，不断的生产干细胞，然后红血球白血球 T 淋巴都可以再生出来。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所有的再生都在和这个所有的再生都是按比例按顺序极其中庸的进行着。Okay? 你们看这组图，你们看你们的血身体内的血液。这白血球是吧，各种种类的白血球。他们的分配比率一定要精确才健康你们自己配合这个比例的人举手。举手的话你得送哪儿去？得送到这个精神病院了是吧。所以我们身体里边非常缜密的一个智能的计划的现象，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悄然发生。那么我们绝不是乱来的是吧。
所以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什么，一个意念，一个旨意，一个信息的成体，是吧？每一个瞬间，所以每一瞬间呢，大家要心怀感谢啊啊，原来是这样，这是非常重要的感悟。OK， 这样的话，你们的肝细胞、肝硬化的细胞、肝细胞会肝里的肝细胞、肝细胞呢，会可以生产出肝细胞了。胰腺里的胰腺干细胞可以产生肝细胞，可以生产胰腺细胞。软骨里面的肝细胞可以产生出啊，视网膜会产生出新的视网膜细胞。所有的一切生命机体都是生生不息的机体，都是可以再生的机体，因为已经注定了要再生的程序。这种程序已经编好了，那么但是还有人顽固不化啊，病不好，他为什么不好呢？那么按理来应该好，因为他没有积极性，懂不懂？没有积极性，哦，真是难堪，是吧？所以大家呢，从今天开始呢，要做新的起点，积极向上的人生，啊，要勇往直前。所以大家要战胜抹不开、碍于情面的那种心理，啊，它具有相当力量。但是这种腼腆呢，只要轻轻的一按，它就退回去了。只是摁这个一下很难，是吧？一下就摁进去了。所以这种抹不开的情面呢，其实就是一张纸儿。啊，这个伸展运动啊非常重要。我住在17楼。从1楼到17楼，电梯要爬很长时间，是站着吗？不的。啊，这一瞬间我也做什么？做伸展运动。啊，这点有什么惊奇稀奇？啊，这样做伸展运动。啊，你们小孙子是吧？有小孙子啊，那个有把手，电梯里有把手啊，然后这样压腿健康和年轻的人生啊，不是白来的，是吧？要不断的努力，积极向上的追求啊，生命在于运动，我们要努力追求真善美的事物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生命是生生不息的，不能放任滞留啊！要装上生命的引擎，和死亡的河流逆流而上啊，逆水行舟，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旅程。新基点呢，要。就是给你们安上一个生命的引擎，和死亡的河流逆流而上。如果你们顺流而下，那么最终还是死亡，要不断的逆水行舟，持之不懈。所以今天呢，大家要出去爬山啊，通过美丽的景色呢，大家要怎么样啊？大家欣赏美丽的事物，要感发抒怀。啊，在真善美面前欢呼雀跃，像一个孩子一样。今天在你们身体里边有新的干细胞大量的增长。 OK